这是一首 AI 创作的乐曲， AI 用几十秒的时间就能生成一首乐曲，达到多年学习音乐创作的作曲家的写作水平。除了乐曲， AI 现在还可以自动生成各种形式的内容，比如文本、图像、音频。 AI 在大前，面向青少年，陪你过暑假，赢在起跑线，视频等等。这种技术叫做 AIGC， AI Generated Content，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经常刷爆朋友圈。比如用 GPT 以北邮校训为题目生成一首诗，把这首诗输入到 DALL-E， 生成了文字对应的图片，再用 Runway 或者 Sora 生成一段视频，搭配上 Sono AI 生成的配乐，从文本开始，一段完整的视频就大功告成。在2022年以前， AI 生成的内容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随着数据质量和数量的提升，算力的增强，基于 Transformer 生成式对抗网络、扩散模型等优秀深度学习算法，大模型出现了科学家无法解释的涌现能力。人工智能越来越接近人类智能，并在某些任务上的表现已经远远超过人类。AI 生成的内容有什么特点呢？首先， AI 非常高效， AIGC 能够在短时间内生成大量内容，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7×24小时持续输出。相比之下，人类创作者可能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相等数量的工作。其次，与人类一样， AI 具有持续学习能力，一些先进的 AIGC 模型具有自我学习和优化的能力，能够通过大量数据不断提升自己的生成质量，逐渐接近甚至超越人类的创作水平。最让人惊叹的是， AI 可以自行从大量数据中寻找规律，挖掘模式，没有人教它语言的规则和结构，它就能生成高质量的文章，没有人教它如何构图，如何谱曲，它却创作出了不同风格的触动人心的艺术作品。长久以来，创造力都被认为是人类独享的宝贵能力，是人类区别于地球上其他生灵的重要特征之一，更是人类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 AI 展现出的高超创作能力让人类觉得自己不再独特。 AIGC 的创造力好强大，咱们身边有人在用 AIGC 吗？其实 AIGC 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AIGC 技术正在逐步渗透到各个行业，为教育、电商、医疗等领域带来创新和变革。在教育行业， AIGC 成为学习的有效推动力，帮助你改代码，帮助你做规划。比如这里我们就可以让 GPT 给出一个具体的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规划。在电商行业，使用 AIGC 进行虚拟试衣，生成各种风格的写真，节省了电商商家们大量时间与金钱成本。不止如此，顾客们同样可以使用 AIGC 进行试穿，又直观又方便又省事儿。在医疗行业，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各种 AI 生成式模型也已经在疾病预防、检测以及治疗上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AIGC 既然这么强大，那能不能用它生成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东西呢？当然可以啦， AIGC 的应用可不只是摆出它所学习过的知识，它现在已经可以理解人类的美的含义，在设计优化领域大放异彩。在建筑设计方面， AIGC 可以根据参考图的提示词设计建筑，也可以对不满意的地方进行局部重塑。再简单的草图，它都能帮你生成特定场景、特定风格的建筑。来到高深的工业设计模块，对 AIGC 来说，产品外观设计、款式优化与改良都不在话下。从电钻到汽车，
AIGC 都可以轻松设计。甚至我们的艺术领域， AIGC 也在其中大放异彩。从人物设计到海报制作，从图片制作到视频生成，始终少不了 AIGC 的身影。哇， AIGC 在这些行业可太有用了，我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我们身边还有什么 AIGC 的应用呢？你们经常玩的游戏就使用了 AIGC 技术，比如可以利用 AIGC 来实现智能角色控制，生成游戏故事，优化游戏画面等。或许这个假期你们就可以利用 AIGC 来创作自己的小游戏哦。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观察到，现在电视上好多宣传视频、广告视频都是由 AI 制作的。 AIGC 可以快速生成多种风格视频，激发创作者的灵感。还有近几年我们经常提到的数字人，从动作、表情到声音可以完全由 AI 生成。我们身边的数字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像真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提升我们的交互体验。说了这么多，同学们也来试试吧。这 AIGC 真行啊，正好奥运会到了，我让它生成一些运动场景看看，看着生成的还不错，但是它对人体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我来探探大模型对咱们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先让它来一道我最爱的松鼠桂鱼，这还能吃吗？再考考它成语故事。看来这大模型对文字的理解也就浮于表面啊。这张图生成的还可以吧？我试试让它动起来。啊，怎么感觉我在看恐怖片呢？感觉这大模型不太聪明的样子，考套个基础题吧。 Strawberry 里有几个二呀？在单词 Strawberry 里有两个二。 Straw 里有几个二？在单词 Straw 里有一个二。 Berry 里有几个二？在单词 Berry 里有两个二。 Strawberry 里有几个二？在单词 Strawberry 里有两个二。我再来看看大模型的幽默感如何。我买了一斤藕，为什么半斤都是空的？如果你发现买的藕有一部分是空的，这可能是因为藕在生长过程中受到了一些问题。只切一刀，如何把四个橘子分给四个小朋友？将四个橘子堆叠在一起，然后从中间纵向切一刀，这样每个小朋友都能得到一个半橘子。他的回答好像比这个笑话本身更好笑哎。让我来让 AI 说段绕口令。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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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哪行都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行行不行，干哪行都不行。这是，看来 AI 也分不清行和行啊。现在的 AIGC 技术还不够成熟，经常犯错。不仅如此， AIGC 的生成效果也要受到不同模型、不同训练方式、不同提示词的影响。所以怎么更好地使用 AIGC 技术和工具也是一门学问呢？ AIGC 在提升我们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比如 AIGC 提示词工程师、 AIGC 艺术设计师、 AIGC 剪辑师，还有提升大模型能力的大模型算法工程师、提高数据质量的数据标注工程师等等。未来同学们的工作岗位肯定多多少少都与 AI 有关系。老师， AI 的发展方向是不是错了？我们想让 AI 帮我们洗碗、扫地、做家务，好让我们过诗与远方的生活。现在 AIGC 却在帮我们画画和写诗，我有更多的时间洗衣服、打扫卫生了。AI 已经让我们的生活更智能了，未来一定会帮我们完成繁琐重复的日常工作。我们也要确保 AI 做好助手的角色。虽然 AIGC 技术可以提升创作效率，但目前也出现了不少问题。AIGC 的不正当使用
有可能侵犯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春风案因 AIGC 产物的所属权产生纠纷，奥特曼案因未经允许使用奥特曼进行 AIGC 创作造成侵权，还有不法分子利用 AI 换脸和拟声技术进行欺诈，更有甚者使用 AI 制造假新闻上传至社交平台，甚至有可能影响社会正常运转。 AI 这么强大，如果被不合理的使用，危害可太大了，没有人管管吗？当然有，我国近些年出台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将确保 AIGC 在合法透明的框架内发展。展望未来， AIGC 将为我们带来更多机会和可能性，在学术研究、商业创新和日常生活中， AIGC 会成为重要的助手。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到这场技术革命，共同探索 AIGC 的潜力，创造更加智能、便捷和美好的未来。 AI 还能生成什么内容？叠加到真实世界的虚拟景物，模拟飞行时看到的以假乱真的飞机外场景，让具身智能体学习真实世界物理规律的仿真世界，将城市内所有物体数字化的数字孪生城市，以及元宇宙中的另一个全新的世界。我觉得你就挺智能的，我身边有非常厉害的 ChatGPT， 可能以前看过很多科幻电影，我觉得理想中的人工智能应该是可以帮我们人类做很多很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甚至做得到的事情。什么是智能？小爱同学，我在，是比较厉害的智能。好，房间，理想中的智能，那肯定是帮我把所有的论文都写完喽。我觉得比我有智慧的叫智能，我自己在用的就是 ChatGPT 和 Ping， 就是我想不出来，一切问题都给丢给他来解决。智能啊，智能就是能赶上人类的智慧吧。身边的话，可能唯心言，就是终结者的那种感觉，知道吗？是啊，就是啊，怎么那种的感觉。Okay.我觉得智能就是指人类的脑袋吧，我感觉我们导演就比较智能，因为我觉得他很聪明，就是和人类完全一样吧，没有差别。啊，啥是智能？ Siri 可能能够跟他一些进行交互吧，就是能够比如有一些事情我不想跟真人去说，然后我可以跟机器人去说，这样我就不会担心有泄密啊什么的，而且我能相信他会一直帮助我，不像人性那么复杂。智能我觉得是自然界人类动物或者处事或者说思考事情的一种能力，算是比较厉害的智能。我的上课的老师就比较厉害。理想中的智能应该是能够独立的处理各种事情吧，各方面的事情。我的理解呢，智能可以拆分为两个词，就是智慧和能力。像我们比较熟知就是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然后就是通过一些智慧和能力去获取外部的信息，去获取知识，而人工智能就是模仿我们人类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像我们身边的智能的话，大概可以有就比方说像智能家电，智能汽车这一类的。智能就是比较聪明，然后能够回答出来人类能够回答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能够做到人类能够做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比较厉害的智能，比如说之前看 AlphaGo 能跟人类下棋，这应该算是比较智能的吧，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学个围棋可能也就学得够呛。比较厉害的智能，我身边的比较厉害的智能，那就Hi Siri， 这应该算比较厉害的智能。
想中的智能啊，能够代替我上班，然后每天只需要躺在家里面，然后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工资，然后让他来帮我干所有的活，有点狂妄。首先我认为机器拥有类似人的思维或类似人的思维这种方式就相当于就是智能。然后身边智能的话，其实我觉得去年推出的大语言模型类似 ChatGPT 或者通义千问之类的，都是目前我认为最接近智能的一种人工智能的形式。我理想中的智能其实还是它跟人的思维无限接近，但我认为当下的模型还是没有到达这种程度。我理解的智能其实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智慧，一个能力，就是把这个两个词来拆开。然后其中呢，我们可以不断的通过学习来丰富我们这种智慧，也可以通过这种实践手段来增加我们这种能力，然后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结合就形成了智能。就我现在用这个智能手机吧，就算一种。然后还有经常在用的 AI 模型，应该是不是一贯的机械，它应该是更符合人性化一点，比如说根据我们的需求和情感为我们提供帮助。